的喝了，这个可以送你的，对不对？女朋友、老婆送的话最好的，这是劳命了。我买过了，我又不认识这个东西。正宗的，前面他叫我买，白白的，我就买过了。对，我说了很多嘛，对吧？我买过了。我狼爷那个收钱了，这两个没有收钱，我送给你了。你这个我送给你了，真的，是吧？不用，真不用，我走了。是这样，哎呀，但是听一下，哎呀，这个，狼爷你有是吧？你这个珠峰的石头，这些都不值钱，这个只有珠峰的石头，对。我在那个珠峰脚下的石头，这样阳湖啊，阳湖那边买过那个石头，根本就不值钱。这个懂行的告诉我，根本就不值钱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不对，珠峰的石头，其他地方没有，真的我没有。你看，这是珠峰脚下的石头，这个你留着，还有这个是蜜蜡。那边有那些女孩子爱买这个东西。他们不来，女孩子爱买这个东西。我走了。我在楼下一百。你这样都卖不到钱了。一百块钱，全部一百块。你这样卖不到钱。一百块，我吃了全部，我说全部送给你了，20块不到了。那边他们女孩子。20块不到了，我。他们女孩子们会买这个东西。我说了半天。快去！我说了半天的了。给你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我今天要到珠峰啊！我对珠峰马上到。我这个怎么自己带的那个呀？我给你。不，你去找他们，好吧？找他们。我说了很正嘛。大爷，我说这样，你这个留着。哎呀，我给你带一个照，给你一个，等一下，哎呀。你这样都卖不到钱了，你去卖给他们。真的买得到，给他照是，你看，是你看，我给你解释。这些100%石头，你看。石头上磨也磨不坏，我带你就这样，100块不收了。哎呀，哥哥，真的我亏死了，我口都痛了。我不要啊，我前面买过他的那个狼牙了，然后他也给我一个石头。口都痛了，真的我说了半天嘛，你要想想嘛，你好人好路可以去哪里引路平安，我就给你真的引路平安的哥哥。真的，我说了半天嘛，你要想想嘛。他们那些女孩子会买，你他们有人，他们这里有做生意的人有。我们我来这里，哎呀，这里我们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我想了，对嘛？我很喜欢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用这个。真的，我这么多给了，你要想想嘛，我这么多给了一个20都不到，你算什么嘛？真的，你有远配，真的，我20都不到你，真的，你数一下，20都不到。我不要这个东西啊！这些东西是我们本地的特产。这些是珠峰脚下的石头，这些是我们本地的特产。这是蜜蜡，我自己带的那个给你了，哎呀，保护眼睛那个给你了，还有这里有老蜜蜡一个给你了，朋友，你这么多给了100块，你算什么嘛？100块基本上马上吃完了，真的，你也知道嘛，对吧？我真的说了半天嘛，哥哥，想一想啊。你去哪里赢了天、啊、哥哥？我说了半天、啊、哥哥，我很喜欢你，但是呢，真不用啊！你这个100块算什么嘛，哥哥？100块！我走了，我前面买过了呀，那不是我这一路过去全要买了那么多？我们下次不买，那前面好多都好多卖这个东西的。我们两个交个朋友，你们去哪里赢了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吉祥如意，扎西得力，金章成军，你们全家人保守平安。哦，就这样的，哥哥，你给100块真的不算，我说的那个样，你算100块真的，你不会骗你哇，真的，我说了半天嘛，一个都20不到，你真的。那100块，你再把那个狼牙给我。哎呀，狼牙给你。你那两个狼牙给我，我100块，不然不全部。啊，不敢当，你不要真的开玩笑说了，不真的。你那两个我就不要。真的，啊，他就这样不说，哥哥，我说了这么白多多给了，真的。业务就这样嘛，对，这个我给你，这个狼牙我这个给你。哎呀，还有这个我全部一起100块，不然不要。你这个东西，这个石头都不值钱。真的，我毛主席保证的。你这样不说，真的，我毛主席保证。这个真的对。毛主席也保证不了。我们下单的话，我们这个不会卖给你这么便宜。现在我们到冬天嘛，所以我们这里好不容易做生意的，太冷了，我们不做生意。太冷了，你们去放羊的更值钱。对，明天我放羊子去，所以我这个下家卖给你了，我们。平时做生意的话，我们不会卖给你这么便宜。这个从哪里进来的？这个都是什么义乌小商品？这不值钱。这些是不，我们是牧民的，这是我们的捡过来的。这些，大爷，我们这些的话，这个是珠峰脚下的石头，你喜欢的话，这个也拿。呀，这两个拿的话呢，送给你，不用钱了，真的很便宜的，哥哥。就这样不说，真的，我
不，赔得给他，你看嘛，真的白白了。你要想想，因为我说了呀，你们全家人跑出去，吉祥如意，就这样说的吧。这个也值一百块。我前面已经买过狼牙了。这个也值一百块，我不会骗你。我们平时买的吧，这个开价都七八百，下单的话七八百。真的，我不会骗你，毛主席，保障。我们现在到冬天嘛，所以我们这下家卖给你了，明年还是找狼牙再下单卖，就这样的。现在买的话这么便宜，下单买的话，你真的我买不到这么便宜，我不会骗你，你相信真的。这一对狼牙50块钱，其他我不要。别开玩笑，我这个一个给了，我不要啊，真的一个50元我很便宜了，这个我送给你了，我自己带的那个取下来。这个又不好，一个那么轻都不是石头，不是石头，这是给他命了，松油的，给他这个不是一般的。他三年半的话唱 K 里面的，他们说的是旅客说的吧，我不会骗你。我们这里没有唱 K， 我们这个没有本钱，从你不啊干嘛给我捡过来这个。对，我也带了一个，你看我真不一样，我也带了一个，你看这个，我也带了一个，你这个拿着吧，这、哦、就一对狼牙嘛，我照顾你生意，我买一对狼牙50块钱，带一百块钱，50块钱，真的不说，真的不说，你开玩笑，真的不说，50块钱我就照顾你生意了，不然我就走了。真不要，开玩笑，别开玩笑，真不要，开玩笑，多多原因，真的开玩笑，真的一对狼牙50块钱。现在这个一个照顾是你生意，这个50照顾你生意，可够照顾你生意，不然我就走了。你都牛顿都这些，就这样，对，要不就这样，我跟你说一个啊，一对狼牙50了，我就要这个了，其他不要。大哥，你不是不要这样说，真的，你为谁给这个？你一个都。呀，大哥，不说了，再不说了，我也把口都痛了，真的。我送给你这两个，我也没办法，真的，我也现在没有开张生意，所以就这样给了。我就要个狼牙，其他不要了。你100块算什么嘛？真的，我这么多给了，我这个平时买的话，这个一个都700-800，我不会骗你。现在我这么多给了100块，你算什么嘛？100块，真的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我说了很多，你看嘛，口都痛了，对吧？真的，真的。行吧，哎呀，你这个。我这个不行、哎、好了，我走了吧，真的很便宜、啊、对，我老兄狼牙不要吗？不要了，有多恐怖大家感受到了吧，太恐怖了，就是强买强卖啊。那么我们花了100块钱得到了什么东西呢？两颗，据他所说是在草原上捡来的狼牙，我不知道真假哈、啊，这到底是真的狼牙还是假的？还有一串，据说是珠峰捡来的石头做成的手串，我更不知道真假哈、啊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从他身上取下来的，他说是他自己带的蜜蜡。这玩意儿轻的跟塑料一样啊，遇到这种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刚刚这个地方呢叫做加措乡啊、是属于日喀则市下面的一个县啊，叫做定日县，离珠峰大本营就可能还有100多公里。它那个地方呢，就在它这个乡边上有一个珠峰的观景台。就因为我停在那儿拍了会儿照，然后就被它缠上了，一直不让我走啊。大家从视频当中也看得出来，我已经用尽了各种办法了。但毕竟人在异地嘛，人在他乡。你又不敢，你又不能做出一些，哎，是吧？那就最后只能花钱消灾了。
第一次被他缠上了，第一次被另外，第一次是在另外一个观景台那边被缠上了。那次的话我比较强硬，然后我就直接开车走了，然后那个人他是直接坐在我的副驾驶上，然后也是跟我磨了很长时间。第二次这个人我至少给他磨了十几分钟吧，但他一直不松口啊。哎，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报警还是干嘛？